开心我不同，你在逍遥通过。我是林小杰，我是来找失主梅婆婆的。小杰，你过来。失主，晚辈拜见，活佛、道长。他们来了没有？失主，金宝玉不会走这条路了。金宝玉已经过江，到镇江去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听宗巴喇嘛的话，老命难保；听他的话，就是不忠啊！可是逃走也是不忠，方病难，方病难，你满腹诗书，一腔忠义，今天怎么能对能做出这种不忠不义的事？你怎么能够对小王爷不忠不义呢？放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还用你这么说？走。广曰成人，梦曰去意，但能仁至义尽，虽死无憾。留下来，咱们兄弟花花。强盗，强盗！你讲这话太难听了。我们只是想借你点银子花花，您呢上阴间里边去待着去啊！我们呢，到时候我们哥俩死了，那个钱还会还给你。还你，哎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来来，哎，别走，来吧来吧，见不到了，不不不许！怎么跟两个拉拉扯扯的呢？快过去瞧瞧！来人！来呀！救命！你怎么强盗啊？强盗！哎哎哎！快点！快点！哎呦！哎，快跑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方
玉找你，找的都快急死了。走，跟我回去。令姑娘，我，方大人，快跟香香回去吧，小王爷可急坏了。小王爷，这镇江古名荆郊，是江淮交汇之地。孙权曾经在这里建过都，而且是历代兵家必争之重镇。荆、交、北固三山，非但是府治的屏障，而且还是风景壮丽、名胜之区。戏曲里头的雷峰塔，他们所唱的那一出《水漫金山寺》，是不是这个金山上的金山寺？就是这个金山寺。哦，那好啊，那咱们先去玩玩，去瞧瞧有没有那种像法海那么法力无边的大和尚。公子，方大人回来了。哦，小王爷，老臣该死。香香，是你把他找回来的？是。这找人，我要称你为天下第一了。这回是遇上，方大人差点就要强盗给害了。我代他先谢谢你。起来吧，小王爷。老臣突然离去，是有难言之隐。小王爷能恕老臣之罪，可是为什么小王爷不问问我为什么呢？方先生，你乃是两朝元老，又曾经身为帝师，你的行为我信服。刘叔不告而别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回来就好，起来吧。谢小王爷。我们要到金山寺去玩，赶快去换换衣服，跟我们一块儿去。老朽遵命，老朽去滚更衣。你真是宽宏大量，今天我真佩服。怎么，今天才佩服？这么说，以前你就没有佩服过我了？以前也佩服你。以前佩服你是文才、武功，今天佩服你的恢弘气度。不管怎么说，能得到香香姑娘的佩服，总是一件值得人开心的事儿。夏夏，跟我一块儿到金山寺去进香去吧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要替你去查探那三个人的行踪啊。好吧，反正你总是跟我作对的时候多。小王爷，我。我是逗你的，你要去办正事儿，我总不好拉着你硬要去进香啊！啊，谢谢你，小王爷。流入眼帘。
想这江天禅寺就是金山寺。42年，圣祖康熙皇帝南游的时候，才御笔亲题改成这个。江南圣地，得见先皇子御笔，顿生如沐之情。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雅而亲不采。老夫子，我能向御匾跪拜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小王爷一片孝思，圣祖皇帝一定可以天听。首先他自己就犯了规，这还能算？小王爷，您说的，您说的很对。他既然不许写字，他为什么要先写？那就不能够有例外。既然他先写了，那就开了例，那怎么不能让别人写呢？好。哎，大和尚，借光。暂借此笔写我意呀、啊！老师傅，这堵墙刚刚粉刷清洁，是不许进香客人在这儿题诗写字。哦，不许写字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屏风，警告进香的客人，不准他在这儿写字，这不同。我看呢都一样。这太远，这哎，方大先生啊，有道理有道理，为何你先写？哎，对不对啊？他写，你写都是一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吝啬计较？来，这就是来，好，是吧？老师，老师，
这太好了！老师，这你看，这要写大家写。老师，这是生罪过，阿弥陀佛。我说庙里有什么地方清静，公子要休息，方丈静是对吧？好，那么就带路方丈静息。这个贫僧，贫僧，难道说这庙里就没有知客僧吗？太爷，贫僧海法，知寺知客。哦，你是海法，为什么不干脆改个名儿就叫法海了呢？对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你就带路吧。善人起。咱们小王爷自有威严啊，一句话这知客僧就明白。小王爷就是小王爷。方丈，好大的架子！这幅墨盒画得不错，两位可知道这是谁的手笔呀？这，探月，这幅画是本寺方丈小僧师兄海河大师所画。哦，是他画的。是。倒是看不出这个老和尚还能画的一手好墨画。哼，恃才傲物乃是人情之常，这就难怪他十分倨傲了。老夫子，看了这幅画，我有个上联儿，你们两位给我接下联。哦，我是，是。小王爷，您说说看。画上荷花，和尚画。上联太好了，可是这个下联很难对得上的。这对得上有赏，
对不上来罚。哦，那禀来兄吧，你来领赏。挨罚的事轮到我。哎，老夏，来。相公子，老朽的下联是炉中香火香重楼。不好。嘿嘿，这回你就对砸了吧。发现你想才思敏捷出口成章，这一次我可把你难倒了。老臣老朽今天是江郎才尽，你等着领罚吧。刘老弟，你也不要幸灾乐祸，你还没对上来呢。嗯，我还有机会想哦。对，你是有机会，但是得快一点。是。巧舌的公子，文采风流，气宇不凡，我可不能慢待了他们。是，谭月，请坐。师弟，快去泡茶。是。哎，我老弟，想出来没有？要快一点呐。嗯。小王爷，有了。有了，小王爷，这回可想起来了。小王爷，老夫子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不是，我忽然把那个唱戏的戏词给讲出来了，所以。公子，请上座。师弟，赶快叫他们泡好茶。是，哎，你们快换泡上等好茶。老夫子，你的下联儿赶快念呢。哎，我这个下联是“书林汉字翰林出”。好。兄，怎么样啊？好，画上荷花，合上画，书林汉字翰林书，不论是字音字意，可以悼念，可以顺念，写景写意，丝丝入扣，简直是绝对，恭喜恭喜。岂敢岂敢，这吟诗对对，乃雕虫小技。给他三分颜色，他倒开起染上来了。方大学士，今天你拜在刘老夫子手下，你服是不服啊？服服，老朽惭愧，老朽愿意领罚。等我想想再罚啊！哎，小王爷，像这赏罚之事，非但要公平，而且要及时，及时可以立竿见影，以为后犯者戒，而立来之。哎，刘老弟，我可没有得罪你呀、啊，今天的风光全让你占全了，你怎么还要？哎，像大将军是令出如山。我是以事论事，不得不说呀。我看你是公报私仇啊。好了好了，别在那儿斗嘴了，这该赏该罚咱们回去再说啊。是。
公子气宇轩昂，实是人中之龙。老衲不揣冒昧，敢求公子即两位老残月赏赐墨宝，以光四宝。这好，多谢公子。两位请吧。方先生，刚才我出的上联你没对好，所以现在我得罚你马上措辞一副对联送给老方丈。是是是，这罚得太轻了，太轻了。老夫子，你也有赏啊。哦，赏什么？我赏你一个既能练习写字，又能表现你的书法内功的一个好机会。哦，方先生，断句，你写。这也是算是赏吗？我说是赏，就算是赏。是赏赏。阿弥陀佛，罚是假罚，赏是假赏。公子这种假，老衲还是生平警戒。赞赞赞赞。刘老弟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这还是赏，人家让我做苦工。你上句是什么？坐，请坐，请上座。好。下联，下联是茶。泡茶，泡好茶。好。信手拈来，别具深意。好，妙，高。像这样损人的句子。也只有他能想得出来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老衲一念之差，自取其辱，望公子见谅。愿我佛慈悲，恕弟子妄生贪念。阿弥陀佛。大师能悔能悟，真是大自在。咱们到外边去看看吧。是。我可真不能不服你哦。嗨，雕虫小技，无拘无挂。境内论官阶品级，讲权威势力的，好像没有人比两江总督撒浩安还大吧？是小王爷，像这安徽、江苏、江西三省，都是归两江总督管辖。嗯，这个人的气派和威风，这是要比撒浩安大一点啊。小王爷，看这护卫好像是位武将。是的，一个武将以勇当先，难免是粗鲁一点，有一点作威作福也不为过。什么？
别忘了，我是神威大将军，当朝武将哪一个比我高？我有没有像他那样？糟了，本来我想为此人开脱，想不到更是火上加油啊。照你们的说法，他可以随随便便让路人跪地俯首，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。那我呢？我岂不是更可以作威作福到将路人一个个都给砍了吗？老臣等失言，小王爷恩典。两位大学士，你们都清楚大清朝的法制，这武官是不许坐轿。这个人坐着拔人大轿，他应该是个文官。是是。瞧瞧他有多大的气派。说得不错，他果然是个一品武职。镇江官军一品武职的好像只有一个人吧。是是，那就是金口将军瑞敏瑞大人。很好很好，他身为武将竟敢坐轿，不但作威作福，而且藐视朝廷的法制。像这样的武将若是领兵上阵，不败者即息。好，这样的武将要他何用？夏王爷，瑞明委之，是因为他年纪大了，不肯坐轿，这点小事儿，您就不要放在心上。项羽，项羽，夏王爷，想那瑞明也是一方重镇，朝廷大臣，在这种地方，想王您还要。两位大学士和瑞敏的交情不错。这个老朽跟他一向不认识。下官跟他是素无瓜葛，不过是念在大人的体面，官府的威严，还请小王爷开恩。你们只知道大臣的体面，维护官家的威严，难道说朝廷的法治、人心的是非公道都不顾了吗？老臣等失罪，小王爷开恩开恩。地方上的官吏，那种妄自尊大、作威作福、讲风因为因循苟且之辈，我看全是因为你们这种想法给养成的。臣等之罪，小王爷，您恩典。哼，镇江像瑞敏这种人，绝不会放过他。
不过你们用不着担心，我不会不教而助。我相信他的罪孽绝不仅止于懒得骑马和作威作福。是是是，小王爷，见微知著，举一反三。小王爷，您要查查他，其他还有什么过错没有？不错，我希望他最好没有犯其他的过失。是是。一直跟在他们后边。是啊，江大哥，你从哪儿来？是文渠叫小雨来告诉我一件事儿，所以。文渠怎么样了？他的病好了没有？文渠在甘老应用那儿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见到他了？他瘦了还是胖了？他还有没有咳嗽？甘老英雄有没有找人为他治病？还有，他什么时候可以下山呢？瞧瞧你，像连珠豹子。小姐，很抱歉，我并没有见到文奇。你没有去天竺山？没有，是小雨来找的我。小雨，他人呢？文奇在天竺山，总需要有人照顾他，所以小雨他不能来。小雨他，小姐，小雨他还是孩子，而且文奇想把他当亲妹妹看待，他还把文奇当成哥哥一样看。小达哥，你
想错了，我会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？我只是担心小雨他能不能照顾一个病人。你对，你并不是个小心眼的人，所以文琪和甘老英雄才会千选万选的而选中你去接近金宝玉的。文琪最近可未下山？大概还不能吧。你还想啊？别愁，吉人呢，自有天相。咱们去做的，江南哥，你说的是，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。对，刚才你说围棋，跟你说一件事，什么事啊？哦，就是叫小雨来告诉我，说是你们三大供奉是仅存的血弟子，叫我们特别小心。而且文琪认为，只有你和金宝玉。就算再加上周青和我，恐怕也胜不了他们。你这想的为什么？奇怪，难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他们宁可杀了金宝玉，也不会让金宝玉去证实自己是汉人而认祖归宗。他们这么做也未免太狠了。什么人？是何方高人，请出来。郭怒啊，怎么是你啊，郭怒？家子哥，本来我是想等香香姑娘走了之后我再出来的，没想到让你们给先发现了。郭老弟啊，你本来不是只断了左腕吗？怎么现在怎么连整个左背都断掉了？是啊，都怪我自己好酒贪杯，结果伤口溃烂了，最后我干脆我忍痛一刀两断。伯兄，我见胆识过人，守正不阿。伯兄，豪气干云，断腕断臂之余，依然谈笑风生，行若无事，真是不让关云长刮骨疗毒，专美于前了。哎呦哎呦，不敢不敢。哎，伯兄，你躲在这儿，是不是偷听那三个老家伙什么机密啊？可不是吗？哎，还真幸运呢，他们三个竟然没发现我呀。那由此可见呢，他们不会比你们强。错了，他们没发现你，是因为他们一向都妄自尊大，目中无人。他们绝不会想到会有一个像你这么胆子大的人躲在这儿窥视他们，偷听他们，所以啊，他们才没发现你。那真是侥幸侥幸啊。郭兄，见到雪弟子他们要小心点。是，多谢姑娘，多谢家那个关怀。哎，刚才我在这儿偷听他们三个人说话，还真有所获呀。他们决定啊，对金宝玉采取暗中下手的方式。